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平谷区东郊民巷小学马房分校的刘老师，很高兴与大家一起学习。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是总复习，解决长方体和正方体实际问题。通过第一节课的复习，我们已经系统整理了长方体和正方体的特征、表面积、体积以及容器容积的计算方法。 这节课我们就运用这些知识，尝试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课前老师安排了一个这样的活动：发现生活中形状是长方体或正方体的物体，提出数学问题并尝试解决。同学们完成的怎么样？我们一起看。笑笑发现了特殊定制的一对铁桶，琪琪看到学校要开运动会前， 体育老师用仓库废旧板材做了一个领奖台，正准备给领奖台刷上不同颜色的油漆。明明同学看到正在装货的货车和货箱。同学们，这些物体的外形都是长方体、正方体或由长方体组成的。观察这些物体，你们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呢？先想一想，把问题写出来，我们再来交流。 看到铁桶，有同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定制这对铁桶至少需要多少铁皮？体育老师想给领奖台露在外面的面儿刷上红、黄、蓝三种不同颜色的油漆。琪琪提出了刷油漆的面积是多少这个问题。明明想知道领奖台的体积是多少。对于正在装货的汽车， 这辆货车最多可以装下多少个这样的货箱，是许多同学心中的疑问。看来同学们都很善于观察，勤于思考，提出了这些有研究价值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笑笑说：“这些问题都与上节课复习的长方体和正方体知识有关。无论解决哪个问题，都要先测量数据才能计算呢。”强强说： 我也觉得应该先测量数据，但是不要着急计算，应该先分析数据，找找解答方法，确定方法后再下笔计算。小杰说：“解答完后，我们还要回头看，总结一下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测量需要的数据是第一步，然后通过分析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回顾与反思中总结经验。” 同学们能在解决问题前理清思路，真好。接下来我们逐一解决这些问题。笑笑测量出铁桶的长和宽都是20厘米，高80厘米。忽略接缝和把手的用料。现在就请大家根据数据信息，用自己的方法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先来看看笑笑是怎么解决的。笑笑说：“我把铁桶想象成有盖，这样这个铁桶就暂时变成一个完整的、有6个面的长方体了。先利用长方体表面积计算方法：长乘宽乘2加长乘高乘2加宽乘高乘2，求出长方体6个面的面积和是7200平方厘米。” 因为铁桶本身没有盖，再减去一个上面的面积400平方厘米，就能求出定制这栋铁桶需要6800平方厘米的铁皮。明明想发表意见，说这样计算求的只是一只铁桶的用料，而问题是这对铁桶，也就是2只，所以再用6800乘2等于13600平方厘米。 这是我的完整解答过程，你们觉得我的想法对吗？强强说：“你的方法和笑笑是一样的，都是依据长方体相对的面、形状相同、面积相等的特征，先求出了铁桶6个面的面积。铁桶是没有盖的。再减去上面这一部分，算出一只铁桶的用量，最后乘2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方法很好。琪琪与他们的想法不一样，他是这样想的：因为长和宽都是20厘米，所以这个铁桶的底面是正方形，前后左右四个面是4个完全一样的长方形。算出一个前面的面积，4个面的面积就都知道了。再加底面，最后乘2，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哪位同学与琪琪的想法一样呢？有的同学说：“我与琪琪的一样，我们都是根据铁桶长和宽相同，底面是个正方形的特点，把前后左右4个相等的面当做一部分，底面当做一部分，再将这两部分合起来。”刚才看了2位同学的方法，强强也想把自己的方法与大家分享。快看，你们能读懂他的方法吗？强强说：“我发现铁桶前后左右4个面都是长80厘米、宽20厘米的长方形，这4面展开正好拼成一个边长是80厘米的大正方形，面积是20×4×80，底面是边长为20厘米的小正方形，面积就是20×20，4B 面积与底面积和再乘2就行了。”你们理解强强的方法了吗？我们再来看一看吧。观察铁桶的外形，并结合数据，可以发现，铁桶4壁的每个面都是长80厘米、宽20厘米的长方形。4个20厘米正好是80厘米，这样4个面沿着铁桶的高展开，就是一个大正方形，底面是个小正方形。一只铁桶需要多少铁皮？就是求一大一小2个正方形面积的和。现在你们能更清楚地知道强强的想法了吧？对比2人的想法，笑笑又有了发现。他说，强强的算法和琪琪的很相似，但仔细观察又不一样。琪琪是先求出一个小面面积，再求4个面面积。而强强是直接将4B 看成一个大面来思考的。2种方法算式不同，思考的角度也不同，我觉得都很棒。但是我还有一个想法：一只铁桶有4个完全一样的面，一对儿就有8个这样的完全一样的面，这8个面是不是也可以拼到一起呢？明明说，我是这样想的。2只铁桶一共有8个相同的长方形面和2个相同的正方形面，把它们的面积合在一起就可以了。看了明明的方法，小杰说，我的方法与明明的很相似，有一点点不同。一个铁桶4壁展开是一个大正方形面，2个铁桶4壁展开合起来就是一个大长方形面，用长160厘米乘宽80厘米。求出大长方形的面积，再加上2个正方形的底面，就求出了定制这对铁桶至少需要13600平方厘米铁皮。强强对小杰的方法进行了评价，我觉得小杰的方法太好了，他是将2个铁桶的4壁整合看成一个大长方形面，再加上2个小底面的方法来计算的。这个方法真考验我们的想象能力。我还有方法与大家分享。我把一只铁桶倒置，与另外一只拼成一个完整的大长方体，一对铁桶的用料就是这个大长方体的表面积。同学们不禁发出感叹：呀，这方法真巧妙！将一只铁桶倒置，与另外一只拼成一个大长方体。这个大长方体4B也是4个完全一样的小长方形，上下面是完全一样的正方形，4个长方形面积加2个正方形的面积就是这对铁桶的用料。将分散的图形拼到一起，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大图形。以前我们好像也用过这样的方法解决问题。这是小杰同学的计算过程，你们能看懂吗？笑笑说：“我知道20乘20是一个底面的面积，为什么要乘34呢？34表示什么意思呢？”琪琪说：“算式中没有用到高80厘米这个数据，但是计算结果与全面同学的一样，我有点想不明白。”同学们，你们也都有笑笑和琪琪这样的疑问吗？小杰的方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小杰说：“既然大家想不明白，我们就一起画图来看看吧。大家看，20乘20表示一个底面的面积，铁桶高80厘米，一个前面就有4个底面面积那么大。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2只铁桶的前后左右面是8个完全一样的小长方形，合在一起又可以拼成一个大长方形。这样大长方形就相当于有32个底面，一对铁桶用料就是34个底面的面积。”同学们，你们听懂了吗？小杰说的多有条理，通过画图分析，一下就让我们明白了34个正方形在哪儿，太善于思考了。关于领奖台的这2个问题，一个是跟表面积有关，一个跟体积有关，又该怎么解决呢？这是体育老师测量的数据，你能读懂吗？强强来帮我们解读。第1名领奖时要站在红色长方体上，这个长方体的长、宽、高分别是60厘米、50厘米、40厘米。第2名领奖时站在黄色长方体上，它的长、宽、高分别是60厘米、50厘米、30厘米。第3名站在蓝色长方体上，它的长、宽、高分别是60厘米、50厘米、20厘米。请同学们根据这些数据先独立解决问题，我们再来交流。我们先来看看同学们是如何解决刷油漆的面积是多少这个问题的吧。强强说，领奖台由3个长方体组合而成，露在外面的每一个面都是长方形。我从前到后依次数：1、2、3、4、5、6、7、8、9、10、11、12、13，共有13个。1号面的长是60厘米，宽是30厘米，所以1号面的面积是60乘30，等于1800平方厘米。就像这样，结合测量数据，确定其他12个面的长和宽，计算面积。我还要特别提醒同学们注意，6号面的长是红色长方体的宽，宽是红色长方体与黄色长方体的差。8号面的长是红色长方体的宽，宽是红色长方体与蓝色长方体高的差。除了这2个面，其他面的面积都容易得到。最后算出刷油漆的面积是23800平方厘米。明明认为强强的计算有些麻烦，他补充道：“从图形和计算过程中都能发现。”前3个面与后3个面分别相等，5、7、9号面也相等。如果是我会将这些相等的面计算在一起，这样会简化计算，还可以减少错误。小杰分析了领奖台的尺寸数据，发现3个长方体的长都是60厘米，想到了一个办法：移动前面的3个面，能拼成一个大长方形。接着将这2个面向两侧平移，与黄色长方体的右面、蓝色长方体的左面拼成2个面积相等的长方形。将这2个面向上平移，与红色长方体的上面也拼成一个大长方形，就能得到上面的面积了。同学们，小杰的方法听懂了吗？谁又跟他的方法一样呢？琪琪说：“我也是这样算的，但是我没有移动平面，而是借助观察物体的知识，从不同角度看。从前面和后面可以看到领奖台是这样的图形，从左右面看是两个长方形，从上面看是一个大长方形。笑笑又补充道：“领奖台由三个长方体组成，我们先算出三个长方体的表面积，再减去没有刷油漆的面积。我们来看，三个长方体挨到一起后，减少了黄色长方体的两个右面，蓝色长方体的两个左面，整个底面也不用刷，所以刷油漆的面积等于三个长方体的表面积减去四个重合的面积减去一个大长方形的底面。刚才我们解决了铁桶用料和刷油漆的面积这两个与表面积相关的问题。回顾解决问题的方法，你能发现什么？有同学说，铁桶用料是5个面的面积和，领奖台刷油漆的面积是13个面的面积和，都是把物体所有的面的面积累加到一起求和。有同学说，2个问题都还用到了这样的方法：先求完整长方体的表面积，再从整体中减去一部分。有同学说，通过展开、平移，从不同角度观察，还可以将几个小面拼成一个大面来计算。还有同学说，将图形重新组合也是很好的方法。同学们，你们能借助数据分析图形特征，从不同角度思考，用多种方法解决与长方体和正方体表面积相关的实际问题，老师很佩服大家。接下来我们继续交流领奖台的体积是多少这个问题。琪琪说，这个问题比较简单，领奖台由3个长方体组合而成的，依据长方体体积公式等于长乘宽乘高，分别求出它们的体积，最后求出体积和是27万立方厘米。强强还有方法，领奖台这个图形可以看成从一个大长方体中挖去2个这样的小长方体。明明说，因为3个长方体的长都是60厘米，宽都是50厘米，只有高度不一样，将3个长方体摞在一起。像这样，在长60厘米、宽50厘米不变的情况下，大长方体的高度就变成40加30加20，等于90厘米。领奖台的体积等于这个大长方体的体积。同学们在解决这个问题时用到了3种方法，回顾这些方法又有什么发现呢？有同学说，求领奖台的体积就是求这个组合图形的体积，可以把这个组合图形分成几个基本图形，也可以从一个大的图形中挖取一部分，还可以把几个基本图形重新组合成一个图形。还有的同学说，这些方法在解决与表面积有关的问题时也都用到了。真好，我们发现这些方法既可以用来解决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表面积问题，也可以用来解决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积问题。及时回顾反思，不仅有助于我们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还可以让我们养成积极思考的习惯。货车最多可以装下多少个这样的货箱？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都需要哪些数据呢？琪琪说，需要有车厢的数据、货箱的数据。笑笑说，我要提醒的是，测量车厢的数据要从内部测量，因为外部测量的数据用来计算体积，也就是车厢所占空间的大小。从内部测量的是车厢所能容纳物体的体积，货箱要从外部测量。这是车厢和货箱的尺寸。货车车厢从内部量的长、宽、高分别是 11.8 米、2.13 米、2.72 米。货箱从外部量是棱长为1米的正方体。请你们根据数据自己先来解决问题，咱们再来交流。明明和强强通过分析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来看，明明是这样想的，我首先用 11.8×2.13×2.72 求出车厢的容积是 68.36448 立方米，一的3次方是货箱的体积，用货车车厢的容积除以货箱的体积，得到可以装下 68.36448 个货箱。问题是最多可以装下多少个？结合实际用去尾法，得到结果是货车最多可以装下68个这样的货箱。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吗？强强说：“我有不同意见。大家看我的图，我是这样想的：车厢的长是 11.8 米，只能摆下11个棱长是1米的货箱。余下的 0.8 米不够再摆下一个完整的货箱。车厢的宽是 2.13 米，只能摆两行。”余下的 0.13 米也不够了，只能空着。高 2.72 米，只能摆两层，所以是11×2×2等于44个。两种不同的答案，谁的更有道理？琪琪说：“我们可以摆一摆，看看到底谁的方法正确。车厢长 11.8 米，每个货箱的棱长是1米。我们看。”货箱一个个摆下去，只能摆11个。如果再摆一个，就超出了车厢内部。宽是 2.13 米，也只能摆两个，也就是两行。高 2.72 米，只能摆两层。这样，第一层可以摆下11×2等于22个货箱，两层是44个。所以，明明的方法是正确的。强强用画图的方法分析了问题，琪琪又通过动手摆验证了强强的方法是正确的。看来解决问题时还要联系生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家真了不起，用学过的知识解决我们提出的实际问题。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呢？明明说，知道了解题之前一定要根据数据分析图形特征。抓住图形特征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遇到困难时，画图是帮助我们分析的好办法。琪琪同学说，解决问题时要联系生活实际，灵活解决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强说，在解决今天的前3个问题时，都用到了部分加部分、整体减部分、重组图形这样的方法。今后我们在学习其他图形测量知识的时候，也可以尝试利用这些经验解决问题。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在解决长方体和正方体表面积、体积、容器容积的实际问题时，一定要抓住图形的特征，依据特征灵活选用适合的方法。今天的作业是教材第99页的第3题和第4题。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